哇，对了，中鱼了！哦，哈哈哈！刚扔下去就钓到来了，你下去吃了，今天这个搞大了，介绍。哇，这是肚子有多饿呢？难道比我们还饿？饿不饿呢？比较贪吃。贪吃，贪吃，贪吃，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春蛙又来给我们煮面吃了。是，怕你们饿肚子。 哇，好香！哇，对了，给你看点，阿弟，哇，钓住鱼了！哦，哇，这个大吧？这边的时间不大。你那个技术，你刚才那边钓了两条，都是小的。大家给烈九哥点点关注哈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阿弟，给我们眨眼。哎，我看你们这，你看，就阿峰这个菜鸟，阿峰是过来打酱油的。 有没有上？啊？这个哪个的？这什么鱼啊？珊瑚啊。不知道，海虫啊。海虫啊。哇，硬硬的。珊瑚啊。这也是珊瑚的一种种类。不知道。我注意了，我注意了。小明，看你。嗯。二边呢，看你。 放这边给他吃啊！我放这里呢，要不要喂你啊？这服务态度太好了。你要不要先来？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啊！鱼没钓一条，吃，可能你吃的又是最多的。我是哪里多啊？我多。 一看就是你吃的多，你干的多，吃的多哈。只是在海上能吃一碗热乎的面，感觉特温暖，暖到我心里面去了。别拍老婆马屁，知道我知道老婆在，你又开始拍马屁了。哎，我这人比较老实，说实话。你说你在海上你还想啥嘞？有啥吃啥，老婆有这种面，喂你吃你还想啥了？ 赶紧撤！赶紧撤！赶紧撤！哇，快点过去！海胆，海胆捡来不？懂不懂得做？ 多，我就捡来，这两个就挺好的。给大家看一点。哇！可以啊，还是站高一点。哎，这玩意儿我们一般。走啊，你慢慢发财，我们走了啊！再见。 哇，这次狮子哥挺大的。你老公菜鸟啊！是的。看落叶，看那柳叶，我们两个哪个英文？春花被困在岛上了。哎，好哎！上来，我跟你讲啊。 赶紧上来，涨潮了，再不上来，等下那个礁都被淹没了。喂，来了，嗯，什么？来了，过来吧。哦，错错错错，哦，黄瓜，黄瓜鱼，喷，哈哈哈哈哈，还以为是黄瓜鱼，来了，哇，阿文，不要谎报军情。
暴君秦俑来了，来救你的春花，快点！别上来呀！别上来呀！快点，快点！我这接皮也来了吗？快点！吓死我了！快点！哈哈哈哈叫赛高，赛高。现在有点起风了，可能要回去了。今天也没什么鱼钓。喂，起风了，回去了。哎，哟，回去了，赶紧。今天多少了？十点多少？爆桶了。好了吧？剩下这么多啊？回去了，哎呀，今天没什么鱼啊，啊，没鱼啊，起锚，撤，天黑了，回家了。